好，准备，来吧。Let's go. Let's go. 今天没有小孩帮我接 party party all night. Oh, oh, oh. Let's go. 今天怎么了？因为今天累。累了。要先出背景。好、啊。哇，前面这台车这样子停，我们很危险的。这台车真的是。他自己方便，堵住了路，你会很难过。这样子很糟糕哎。而且里面有人啊。对啊，他停在马路中间，这样子，他要去 Seven 买东西了。我知道他想做什么，可是上班时间人这么多，这样子造成大家的困扰。九月见，九月。我们是可以绕过它，可是我们绕过它，我们要绕到对面的逆向的车道，那是很危险的。这一带是完全可是为什么滴到一滴水？哦，有可能是冷气的水，有人的冷气漏水了，在天花板上面装的冷气，装在墙壁上，那样也是不好的事情。那个法律有规定啦，政府有规定，冷气不能漏水，漏水要把它修好，不能够在外面一直滴水，要用排水管接起来，接到水沟，那样子也是不 OK 的。这三十几秒可以，那我们就晒太阳消毒一下。冷气滴水漏水也是不行的，它要用那个水管把从机器接到水沟，直接滴到水沟里，不能够接到屋里，上面直接漏下来，直接滴下来，那样子也是不行。我们老家基隆旧家有这样子被人家检举过。我们才知道我们有人在漏水，我们就去修理，我们就去接管。好了，换我们了。有可能他只是不知道自己的冷气漏水了，让人家检举，告诉他，他才知道。我的冷气一开始没漏，久了可能管子坏了，掉了，又漏水了。家的冷气都有接排水管，是当初在做重新装修的时候，管子都直接你看不到了，直接走到墙壁里面，直接把它封在墙壁里面。好、啊，今天应该会比较早一点吧，52分，我看到你的手表跟昨天一样。没有四字头了哦，四字头好像真的要再提到5分钟才有办法。52的话，就会变48。就变47。但是我们今天速度算蛮快的，我才花4分钟就去到了，太多了。跟老师说早安喽。嗨。老师早安。老师收到情书了，小朋友送的情书，怎么那么可爱？对，老师没看过他戴着吗？对，我没看。范范老师每天看，已经习惯了，已经习惯了。第一天觉得超帅的，看习惯了，这给我。后面还是依旧很帅，只是不会讲话，只是因为每天看，就没有每天说。
看习惯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每次有换一个值班的老师就会看到不一样。对，我们等一下，那个帮你弄，看挂在脖子后面。这位老师知道是小女生还不知道，下一次弹琴应该就知道了。好紧张哦，对，我们也好紧张哦。男生，对啊，很期待。彤彤，拜拜，拜拜，下午见喽，拜拜。下一次就知道了，弹琴。都宝宝想要，我其实比较想要女生了，对啊，对啊。对，男生其实都比较想要女生，爸爸都比较喜欢女生，对啊，可其实都可以啦，对啊，对啊，好，拜拜。每次聊这个话题都很开心，老师人都很好，幼儿园老师人都很好，要离开幼儿园了。只剩下应该是真的，应该是剩十天了。最后十天就是两周，一周五天嘛。跟彤彤一起骑车上学的这段日子，好了，我就拍到这边了。祝福大家健康、平安、快乐，大家拜拜。